Hello，姐妹们，咱们家坚果藕粉羹终于来活动了啊！之前是19.9块一罐，39.8块2罐，现在呢立减10元，29.8块给大家发2罐，1罐是1斤，然后还给大家赠早餐杯啊！这一罐里边，这个是半罐的啊，是我吃的，里边是这样子的，就用2勺就能泡出来满满的一杯啊！看我泡的这个，浓浓糯糯的很好。里边有好多坚果，有葡萄干、瓜子、花生、芝麻、蔓越莓干，还有巴旦木。姐妹们有喜欢吃的可以去拍啊，就孕妇也可以吃啊，这个营养很丰盛，而且它就是有那个想变细的姐妹们可以去吃这个，饿了可以喝藕粉啊，因为它吃了之后不会增加负担的啊，大家都懂得。刚冲好的还很烫，味道是微甜的，浓浓糯糯的，真的很好吃，里边有好多坚果。家里有老人的孩子的都可以去拍啊，还给大家赠这个早餐杯，这么满满的一杯啊，就得顶咱们家那个碗，就得顶一碗了啊。看坚果都能看得见，姐妹们啊，有多少等活动的，前几天好多姐妹问我来没来活动，现在终于来了。大家如果在等活动的，或者喜欢喝藕粉的，或者想尝一下的啊，这个拍不了吃亏，拍不了上当，好烫啊，大家小黄车可以去拍啊，终于来活动了。我也就剩这一罐了，我也得抓紧囤几袋，有喜欢喝的姐妹们小黄车去拍吧。